90年代，我国正值蓬勃发展之时，林林总总的建筑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树同业也连带的兴旺起来。当时马来西亚半岛各州就有至少700名伐木商，主要的伐木业地区集中在西马的北部和中部，最大的地区非槟城和霹雳莫属，其次是柔佛和森美兰州。毫不夸张地说，每天都会有数百吨的树桐在路上越州行驶。为了确保安全和方便管制，政府一直都沿用森林局规定的体积衡量法，每14.1立方尺的树桐就相等于8吨的重量，以统一的等值换算方式来判断罗里是否超重。根据当时的行情，每再送一趟树桐，司机们就可以收获70到80令吉不等的薪金。如果安全抵达目的地的时间比预期早，还可能赚取奖金。因此许多人都投入了树桐业，成为树桐罗里司机，赚取家计。再送树桐也成为当时很赚钱的行业。好景不长，马来西亚政府在1991年发布了新的衡量制度秤称法，以罗里称重的方式取代原有的体积衡量法，并且在1992年1月16日开始全面实施。制度的重量差距太大，司机们不管怎样调整，每一趟都远远超出政府规定的承重量。其次，政府在宣布实施秤称法后，非但没有协助伐木商度过新旧制度转换的过渡期，反而下令警方在路上全面取缔，首当其冲的树桐罗里司机经常接罚单，每超出1吨将被罚款200到500令吉不等，一趟下来的罚款可能是数千令吉，让司机们苦不堪言。更离谱的是，当时的陆路交通局依然接受司机们利用旧的制度再送树桐，但警方却以新制度展开取缔。如此的双重标准让司机们吃尽苦头。饱受苦难的树桐罗里司机们曾透过工商会向交通部反映，多方周旋之后，时任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林良时医生在1992年6月14日作出回应，指秤称法势在必行，让树桐罗里以重量计算运载量是当局最后的决定。这项宣布硬生生地驳回了司机们欲改用旧制度的要求，再加上执法单位频频取缔的两面夹攻，也导致司机们不满的情绪雪上加霜，成了怕死事件的导火线。1992年8月2日50辆分别来自森州、吉隆坡和彭亨文东的树桐罗里率先展开了罢市行动。司机们将树桐罗里停泊在吉隆坡邓普勒路的公共泊车位和泊车场，以行动抗议政府的新制度和执法单位的严厉取缔。3天后，来自柔佛新山和劳务的树桐罗里也加入怕死行动，纷纷把车开到邓普勒路，当地罗里的数量从原本的50辆激增到近100辆，成为市中心的一道风景线。其他州属的树桐罗里司机也纷纷响应，在各自的州属展开怕死抗议行动。他们同样在空地或大型泊车场停泊罗里，停止运送树桐，身体力行声援同行。怕死行动严重影响了全国伐木业的运作。根据统计，每天至少有90个百分比的树桐没人再送而受困山上，连伐木工人的生计也深受影响，整个伐木业几乎陷入瘫痪。森美兰罗里司机工会为此特别号召了紧急大会，四处奔走，以搜集司机们的诉求，对新制度的不满和草拟建议，在多方商讨可以喊停怕死行动的条件，以重新振奋伐木业。1992年8月24日，时任的大马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丹斯里黄文斌以及大马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会长林玉静作为代表出面调解，特别安排与林良时会面，针对新制度进行讨论，也代表森州罗里司机工会转达了司机们的不满。经过了一天的会面，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同意设立政策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研究原有的体积称重法如何解决超重问题。换句话说，交通部同意继续沿用旧制度，同时也会针对不同种类的树桐设定不同标准的体积称重换算法。司机们也必须根据树桐种类严谨地遵守交通部设定的重量，否则同样会受到对付。森州罗里司机工会在2天后，也就是1992年8月26日召开最后一次紧急大会，向会议现场超过200名树桐罗里司机宣布了这项结果。当时几乎全场司机都举手附议，
同意在不超载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提基称重法运载数桶，也一致同意结束长达24天的帕什行动。会议结果令人满意，各州的数桶罗里斯基得知后也开始疏散。在吉隆坡邓普勒路参与帕什行动的数桶罗里斯基，在交警的指挥下耗费1天时间完全撤离，而帕什行动也随之走入历史。